今天这个老爷爷家里杀猪啊，我们带他过去看一下啊。老爷爷他养的两头猪啊，这两头猪的话特别凶，就在这边这个小房子里面啊，有点咬人，他这种野心特别足，很野的。先带大家看一下他们家的猪啊，在烧水啊，水开的。开锅烧哦，开水碗的哦，哎，猪就在这个里面，看到没有？两头啊、哦，等一下我们带大家看好戏啊。师傅的话已经过来了，好了，这个工具的话已经到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师傅啊，师傅的话他有一个外号的啊，湘北第一刀，你哎。点个烟很少见的。你看你看你家都不行才我就你就买工程的啊，那是。我们等一下看师傅表演啊。好了，现在人的话都已经到齐了啊，等一下就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我们稍等一下，等一下带大家看好戏啊。现在开始抓猪去了，他们已经到这边了。猪就在这个里面，看它头上，哎，门关对，哇塞，哎，嘿，咬人的，这不够人吗？要啊啊，有点咬人。你得给我他直接把头盖盖要他的管头盔头盖盖哈哈头盖盖啊，不是看你有点够着这刚上的盖盖是有的我都够着不是够着吗现在我们到外面等啊。
你要是跟我这个现场直播没带好哎，那就刚刚老实话，那就没得人带得好的，这个咋整噻你？那我也是监督你的啊，你给我看现场。